后头有个盒子，你帮我拿一下。给我的？我也面这案子你做的不错，算是给你一个奖励。乱的什么巴巴的东西啊？这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这些尴尬。我去医院的通知够让我头疼，现在再加上一个领胜，在你们新业态唯一靠的人就只有李光宇了。你觉得屈中辉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平凡的荣耀》。